欢迎频道，我是 Crazy B 小封面仔。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点好况给大家啦。大家看不看到这个标题？Ark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诶，不是叫 Ark Survival，不是叫 Ark Survival Evolved 吗？怎么会改名字了呢？没有，他没有改名字，这个是一个新的游戏，看到吗？Ark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a free multiplayer online survival arena mobile game that pits as many as 72 combatants against one another in the structure for survival in the harsh。这个就是一个大概是 The Cooling 啊，或者是 Hunger Game 这种游戏。然后看到吗？Free to play 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全部都是讲很好很好，全部 recommend 我们去玩。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点影片。看到吗？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是什么游戏吧。其实它跟 Ark Survival 是没有分别的，只是呢，它是怎样说？你看它是一样可以抓恐龙，然后可以做东西啊，可以，然后不过特别的是你要杀人，然后可以这种占领位置哦，看到吗？这些每个动物身上都有鳍的，我就觉得是这样子啊，就讲你可以带领你的队伍，恐龙队伍，还有你的朋友一起去打仗，然后跟敌人对抗，看到吗？这边有些 was Q 牌谁？就是大概 Hunger Game 的 Calling 这样子啊，所以又是免费的这款游戏，是很推荐大家去玩这款游戏。如果大家想玩的话，你又不懂在哪里下载，我会把这个 link 放在下面。然后如果你没有 Steam 的话，你也可以在 description 那边看那个 Steam 的网站在哪里，然后你 install 再去找。Ark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就可以到了这个 game 了。如果你有 Steam 的话，你直接找就可以了哦。所以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 video。Ark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这边有写哦。Survival 嘞，哇，这个烟哦，就一下子没有了。OK，Play free now。大概是这样子啦，你看他的图片，这个也可以被你 train。你看他们身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旗子这样子的，然后这些也是旗子啊。如果你说我会不会实况的话，就还不确定，因为刚刚找到有人能送我他的 Ark Survival Evolved， 然后我会先实况那个先。这个的话有可能会跟我朋友一起玩啊，跟那个没有啦，跟谁都好啦，所以这个会之后我才会再玩，不过我也会去下载先试玩一下。 OK， 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啊，很好的，大家有能力的话就快点去玩吧，这个很好玩的游戏哦，可以抓恐龙。如果你很想玩，可是看到56块又觉得很贵的话，就玩这个没有错，很好玩。OK， 今天到这边，拜拜。